旅行 Jenny 来到没有来过的南非，这里很美也很新鲜。你真的会觉得你走进去一个like a painting 里面，真的是非常棒，然后小朋友都很可爱。这是我新来的朋友。一星期的南非行， Jenny 看了豪特湾的美景，也和海豹有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。在不劳保驶船的海滩上解放自己，也找到幸福。那对我来讲，什么是幸福吗？能早上起来去一个很漂亮的海边，而且几乎没有什么人的海边，然后又是有白沙，而且不是白沙，很可爱很可爱的沙子，好像五谷饭哦，真的很可爱。一电视叶贝如整理报道。